还是啥锅包肉啊？怎么样？你去去外面捞两块钱来。没那个必要了。咋的呢？你都咬不动，他能咬动吗？他都83了都。盘点全网那些服务员与客人的搞笑对话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几位？自己来的。啊？用不着，这晚上来碗疙瘩汤就行了。就一碗疙瘩汤是吗？对。啊，那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是打你他妈聋啊？我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家不让在这吃啊？啊。先生，米饭您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那米饭还分软硬吗？对呀。那给我来一份软一点的吧。好嘞。六号桌客人要吃软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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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好，您的软饭。哎，你好，先生。哎。啊，您是要饭吗？嗯。话咋听着这么别扭呢？要拉面吧。拉面。啊。您是吃大份吗？大份。小份吧。啊，小份。对了，那个加两元配果汁，您配吗？我不配。啊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啊，行，好，稍等啊。嗯。哎，你好，先生。刚拉的啊，趁热吃。你好，先生，您要饭吗？你会说话吗？给我来碗拉面。您要大份吗？加一元配可乐，您配吗？我不配，我不配。来，刚拉的，趁热。哎呦我的妈！给我打包吧，没心情吃了。好的，您装什么呀？先生，一路走好。你好，美女，需要点什么？你们家有甲鱼汤吗？有啊。来一份。好嘞，二号桌来个王八。还需要点什么？再来两张。行，稍等啊。哎，服务员。你好，美女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们家这王八怎么全是汤？不是，王八不就是喝汤的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王八汤有营养啊。行行行，打包走。好嘞，二号这个王八打包。好嘞，稍等啊，二号先生，一个王八喝两个可乐。一个王八喝两个可乐吗？你好胖，你好帅哥，你能不能把蛋买一下？我们已经有打烊了。你醒来了吧？啊、嗯。求你了，你买单吧，我跟门口都站累死了。我在这里吃饭从来不用买单。嗯，吃霸王餐、你信不信我打电话给俺老板去？你打吧。我可真打了。打吧。有人。喂，老板，这里有一个死胖子，他吃霸王餐还不买单。没事，你俩走吧。啊，我去，你还敢偷俺们老板手机？保安来！你倒霉喽！哎，你拖错人了，我是新来的。来了哥，吃点什么？有鸡蛋吗？有。鸭蛋呢？有。鹅蛋？有。把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，给我来一盘。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。啊啊，知道了。骂谁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哥，口误。哥，那你不要了，你再点点别的。哥，给我来个甲鱼，来两瓶啤酒。啊，二号说这个混蛋不要了，又来个王八，来两瓶啤酒。哎呀妈呀，一句一句骂谁干啥子？不吃了。没有哥，哥别点别点。吃了。二号说这个王八走了，不要了。这饭上店早就叫你干黄了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100块的香槟。你说开就开，400块一打的啤酒，你价格不讲一下，100多块一个狗拉，眼睛都不眨，照样上。
我三块一斤的豆腐够你吃饱全家，你还要跟我讲价说两块五，你是人吗？你还是人吗？哎，那我不讲价了，给我拿一斤，拿两斤。哎，姑娘，等会儿，有对象没啊？咋的，哥，你有想法呀？确有此意。那哥，你有房吗？现在没有。咋了？娶你还要房啊？就那么现实啊？哥呀，这男人就是雄性动物，职责就是健康。你不耽误，我带下哪儿啊？我带下哪儿啊？老板，我记得你这里可以送货上门吧？对呀，还包安装。包安装？有吗？自嘲。大哥，点菜单上的词吗？服务员，你俩能订桌不？哥能订桌。到多少钱一桌啊？哥，您要订几桌？28桌吧。28桌，每桌照488元，赠送您2瓶饮料和1箱啤酒。哥，您看行不？行。那哥，您要预定几号？下月5号。红的还是白的？什么红的白的呀？这是喜事还是丧事？老妹儿，你家个阳光爷爷亲戚呢？谁家丧事提前1个月预定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定了。什么玩意儿，会不会说话？咋想的这服务员？这渣女，我天！我靠！吃肥了，渣女又吹。我也觉得是渣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对不起啊，老板，你看这个闻闻的呀，是自己带了点菜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他妈是看不起我，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，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。来个公鸡炖母鸡，鸡爪子炖鸡蛋，大米饭，来一点点菜，接着玩二手机呗。你干啥你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过来，你也是，点个菜，玩什么手机啊？出去！吓我一跳！哎，老板娘，啊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喂菜服务？什么服务啊？就是你喂给我吃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服务？你想什么呢？那你信不信我把这个菜倒进去，煮熟了之后用手捞出来吃？我可不信！不信你还不给我拿个筷子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给我拿瓶啤酒。好的。美女，你的啤酒。哎，你回来，怎么了？你信不信我用我这个眼皮，轰，轰一下就开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不信，你还不去拿个开瓶器给我？有人想啥呢？一天天的。你好，女士，你是要饭吗？这人说话咋让人听着这么别扭？要拉面吧。你是吃大份吗？大份，小份吧。好的。对了，那个加一元可以配可乐，您配吗？我配吗？我不配，我不配。好的，稍等。你好，女士。啊。刚拿的车上吃啊。你们这饭店怎么说话这样式？你这刚拉的，我这怎么能吃得下去我？对，不骗你，确实是刚拉的，热乎的。我不吃了，你别接，别浪费，接，别走。服务员，结账。你好，先生，你都吃了啥？我吃啥你不知道吗？你是服务员，我是服务员。你这吃的也太干净了吧，一点都不错嘞。还想不想要钱？赶紧结账。红烧茄子18。红烧猪蹄48。哎呦我去，这都行啊，你牛啊！服务员，打包。这就。
包什么？包什么？打包？这都没了还包？瞧不起我？这是我们方哥，把你们老板找来。哥，我要打包，你们服务员不给我打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这啥都没有了，就剩俩骨头，有什么打的呀？骨头不能打包吗？我回家喂狗不行吗？行，全听您的。服务员，给狗打包，给狗打包。服务员，你好，一共310。310？啊，310。我吃这么点玩意儿，310啊？不是，我们这有海鲜自助，酒水什么的都是免费的。那我也没吃没喝呀。那你吃没吃？我们有提供啊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算上你刚才亲我那一口，我给你转过去80。哎，不是，我什么时候亲你了？我什么时候亲你了？你亲不亲是你的事儿，我有提供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娘，哎，有雪碧吗？有呀。冰的有吗？当然有。啊，你先给我来杯可乐吧。嗯，微信能支付吗？行，可以的。支付宝更可以。啊，算了，我给现金吧。来。那你要吸管吗？要啊。没有。那我不买了。我不买了。我们分手吧。张楠，是啊，我这么远都喜欢跟我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是我们老年机，拿去吧。你是你那手机，我要的破手机。你是你那手机，我都说了不要了。不，滚！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提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哥你好，你这桌消费一共149块。好，给你150。找您1块。一块别找了，当小费了。五号桌消费1块。哎，一块钱你涨什么涨啊？10块的，你希望哪一种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适合喝哪一种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没有2块的。但是我觉得您更适合喝这个。我能够买50块钱的东西，袋子就占了20块钱，因为你怎么卖东西的吗？啊，一瓶可乐给我装一个袋子也就算了，我买3个棒棒糖，你都单独给我装，我是来批发袋子的。什么情况？这是？你不说袋子可以赚钱吗？然后可不多买一点吗？再赔两次，一点都不差。不好意思，他隔壁同事大奶奶卧底，没事，我给你算，我给你算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你好，女士，我们要打烊了，你看帮单买一下吧。哎，你好，女士。我吃饭什么时候买过单呢？嗯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我要叫人了。怎么？我吃的是上桌剩下的。上桌剩下的，我买什么单呢？这个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点的是清汤锅，为什么给我上鸳鸯锅？我点的是火锅，为啥给我上串串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。说什么说？我上一趟洗手间回来，你给我加这么多辣椒，你想辣死我们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？而且我点的是可乐呀，可乐为什么给我上椰汁？你听我说、啊。最可气的是，你还放个帅哥在我旁边陪我一起吃饭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瞧不起谁啊你？气死我了！美女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坐错桌了吧？你的桌在那边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姑娘，你要什么包？给我来一个肉包。哎，好嘞。我要2个肉包。请问
能接着芋头炒谁？芋头炒鸡，芋头炒谁？芋头炒鸡，谁大炒谁？吃着呢，吃着呢。芋头炒大炒能买吧？其实这是有故事情节的哈，就是那个对象俩要搞结婚，要结婚吧，会亲家就这么说啊，会亲家吧，男孩女孩一般都是劈口也以北的哈，然后说那操能嘛吧，一头完男孩女孩说哎能嘛大操能吧，然后服务员说到底操谁，哎他不说，你看操他也不行，操他也不行，操我吧。服务员，打包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自助餐，不能打包带走。我是老板。老板也不能打包。你废话，去拿个打包货过来。没有。打包带也行。也没有。你就记住一个没有是吧？是的。我有。全部打包带走是吧？是的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别太操作，你要把我宰死！您好，结账。啊，您一共消费298。这是没带钱，您刷脸吧。哎，好吧。好了，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好。我也刷脸。先生，我们这里只支持微信现金支付。那个人他不是也刷脸的吗？你俩能一样吗？人家是老板娘。微信爱吃饱。那您点的酸菜鱼。我来一起吃。啊，不好吧？经理说我们不能吃客人的东西。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就收客人的东西。我给你买了辆车，吃完我们进去试试。啊，这么过分吗？周末就跟我回家见父母，下个月我们就结婚。啊，可是我觉得……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好的，等你。可是我试一下行吗？你先去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